想勝過邪靈呢，最主要是跟神的關係好。跟神關係好，神自然會趕邪靈的，即是我們不用那麼怕邪靈。因為即是很多人又誇大了邪靈的工作，以致很多人很害怕，也都不知道怎樣的方法。其實在神的同在，邪靈是需要走的，如果我們真的處理生命。當然我一樣會趕邪靈的，不過我大部分的時間就是親近神，而且親近神的時候不是有壓力的，死了死了，神會不會來呢？神會幫不幫我呢？不是這樣的壓力，而是神是很想祝福我們的，神好想幫我哋，一齊跟我講，神好想幫我哋嘅，神好想祝福我哋嘅，神好想釋放我哋嘅，神好想提升我哋嘅，好啦，咁我今次咧繼續講呢個點樣抵擋魔鬼嘅作為，而嗰個秘訣喺邊度咧？咁我少少提啊，講翻上一次所講過嘅，少少講嘅啫。咁咧就講到翻咧上一次一啲對魔鬼嘅錯誤嘅睇法。第一就是乜嘢咧？就唔將魔鬼當係真啊，即係唔信真係有魔鬼嘅會攻擊人嘅。咁呢個第一種嘅問題。咁第二咧就係將自己責任推賴俾魔鬼啦。咁同埋好多人就哎呀，我又哎呀又病啦，哎呀啊魔鬼攻擊啊，即係咩啦？哎呀魔鬼攻擊啊，哎呀我行路跌親啦，又魔鬼攻擊啊，即係乜嘢都推賴。行路跌親就係自己行路跌親咯，你病就病咯。如果我哋犯罪，當然有魔鬼攻擊的成分，但是我們自己有沒有被魔鬼留地步？我被魔鬼留地步，所以犯罪，即是這個是我們不要賴曬魔鬼，而是我們負回我們的責任。還有呢，不知道和不面對魔鬼的詭計。魔鬼的詭計其實人經常推賴，什麼都怕，死了死了，魔鬼又來魔鬼又來了，是懼怕呢，其實更容易攻擊的，即會很怕死了，不知道怎樣的方法才搞定。其實神是搞定的，因為耶穌已經勝過魔鬼，只要我們親近神、信靠神、遵從神，神一定祝福的。那也有些人就誇大魔鬼的作為，令到人很害怕。那怎樣打屬靈的爭戰？聖經很清楚講到，很簡單的，以弗所書六章十四節，他所講到的並不是有些人所強調的方法，而是第一就是真理，即是神的話語、神的真理是堅定在天的。公義就是呢，耶穌的公義賜給我，還有呢我行神的義，基督徒所行的義，有平安，有福音，就有耶穌基督的福音，又有呢信心。信心很重要，信心是什麼呢？就算事情不順利，神都幫緊我，一起說，就算事情不順利，神都幫緊我，就算事情不順利，神都愛緊我的，我捉住耶穌，我就得力了，慢慢我能夠面對我的困難。這個就是信心。很多人習慣就是這困難就怎樣，哎呀死了，哎呀我又犯罪了，我又軟弱了，神就不幫我了，哎呀我又不行了。那的時候呢，這個就是沒有信心。其實多些看神的說話，不要只是看，是想和應用神真的幫我們的，那你就可以滅盡魔鬼一切的火箭。因為魔鬼火箭是什麼呢？你沒有用，那你立刻用什麼呢？神說我有用，神會用我的，神會興起我的。他說 你又做錯了，我悔改認罪，耶穌就赦免了。即是總之他用什麼說話一打你，你立刻有信心。信心是什麼呢？憑著聖經的應許，我相信神會繼續祝福，這個就是信心。一起跟我講幾個方法定義，一起講，憑著信心聖經的應許，我相信神繼續做工。另外一個方法講，就是神應許我放心，神做事我放心，神愛我我放心。咁嘅時候咧，成個人就即係其實信心就係放心啦，即神會幫我。於是我有信心做咁大嘅事，我有信心被提升。咁同埋咧，救恩嘅頭盔啦，即係好似踩電單車一定有頭盔啦，救恩保護我哋啦，耶穌嘅救恩。同埋咧，神嘅話就係聖靈嘅寶劍，係一方面咧係祝福我哋，一另一方面係攻擊嘅，攻擊魔鬼，叫更多人信耶穌嘅。同埋咧，靠住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，呢個就係話咧，原來我哋親近神嘅時候，即係有以上所講嘅真理啊、公義啊、信心啊、福音鞋啊、救恩頭盔啊、聖靈嘅寶劍啊呢啲啊，咁我哋又多禱告同神相連咧，咁嘅時候咧，警醒不倦咧，就亦都為眾聖徒禱告，呢個就係打屬靈嘅爭戰，我哋就得勝。咁樣嘅時候咧，我哋係一步一步得勝，一步一步被提升。越行喺神嘅路就越提升嘅，即係話咧，越係懶惰就越難被提升，同埋越多問題嘅。有好多基督徒以為我就翻教堂，但係我平日咧我就做自己啲嘢咧，以為最著數。
其實是永遠不會著數，是一定蝕底。跟曬耶穌是最著數的，一齊跟我講，跟曬耶穌是最著數。雖然我哋不是追求著數啊，跟曬耶穌是最蒙福的。稍為不跟耶穌，嗰度就係破口，即係邊度擔心、邊度憂慮、邊度唔開心，嗰度就係破口嘅。咁而親近神嘅禱告好簡單嘅，呢啲除咗呢個之外，仲有代禱啦，同埋等候神啦，同神相連嘅禱告。但係我呢度主要講得力嘅禱告，令到我得力能夠唔俾魔鬼攻擊嘅。第一就係恩典嘅禱告，成日都話神愛緊我嘅，神祝福我嘅，神幫我嘅，呢個恩典嘅禱告。敬拜就係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，多謝耶穌嗱，將佢聯合啊！多謝耶穌愛緊我，多謝耶穌祝福緊我。咁同埋互動嘅祈禱啦，呢個好有效嘅。點解咧？你一個祈禱就話神愛緊我嘅，即係嗱，我祈禱神歡喜嘅，神笑到咧見顏見眼嘅，神真係聽我祈禱嘅，神會回應我祈禱嘅。呢個咧係會加添我哋嘅信心。即係祈禱嗰陣時咧，好多人就神啊，你幾時救我？哎呀，幾時釋放我？哎呀，幾時幫我咧？呢個係冇信心嘅祈禱。其實根本就算我哋軟弱嗰陣時，神都想幫我哋，所以有信心就係我就算軟弱，神都幫我，所以我一信靠神，神一定歡喜嘅。嗱，而好重要就係魔鬼可以抵擋啊，就係咧以弗所書六章十一節，穿戴神所賜嘅全副軍裝就能夠抵擋魔鬼嘅詭計。我哋信服神，務要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離開我哋逃跑啦。同埋咧，拿住呢個信心當作藤牌咧，就可以滅盡惡者一切嘅火箭。所以魔鬼有狡猾的詭計，但是我們有信心一定可以抵擋魔鬼的，我們就不需要擔心，不需要害怕了。如果大家拍不及不要緊的，你告訴我，你把電郵給我，我全部可以傳送，還有我告訴你在哪裡網上可以看到我的 PowerPoint 的。我們上一次都講過有幾方面魔鬼可以攻擊我們，我們一起讀下。第一，叫人疏遠神；第二，叫人犯罪；第三，控訴人，叫人內疚；第四，製造謊言負面話；第五，令人無力；第六，逐步控制生命；第七，附體；第八，叫人失去救恩。就是說呢，第一他做的叫人疏遠神，因為疏遠神就會帶來問題了，叫人犯罪啦，控訴人，叫人內疚，告訴你你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好，那個人很擔心了。然後製造謊言和負面的說話，很多人都會經常很負面，想很負面的東西，令人沒有力量了。還有逐步控制整個生命，逐步控制，還有邪靈可以附體的。然後叫人失去救恩，這個就即不是全部，這個是其中一些主要的魔鬼的攻擊的方法。我就發現這個事情，即是不單止 我自己個人經歷這件事，就是我接觸不同的人，我就問他，你有沒有發覺你周圍有很多有情緒問題或者甚至有精神問題的人呢？很多人都說很多。在我太太她教書的學校有800個學生，有40個是吃精神藥的，即是1/20，20個有一個，即是這個世代是一個真的呢，其實這些都是魔鬼入侵。為什麼呢？這些人會失去她思想的能力，失去她，即是不是失去，應該說減弱，減弱攻擊，同埋咧佢嘅情緒啊，佢嘅負面嘅諗法啊，佢嘅面對困難嘅能力啊，親近神嘅能力啊，全部受影響嘅。即係睇得到咧，魔鬼喺呢個世代係佢係好有效。咁啊，點解會呢個世代特別緊要呢？其實好多因素嘅，即係譬如手機啲人上咗癮啊，或者遊戲機上咗癮咧，咩都要靠刺激嘅時候，亦都用到個人咧冇呢個自立嘅能力，同埋咧。那種氣氛，大家都是要人怎樣對我，你沒有怎樣對我，很 多仔女和父母說為什麼你要生我，你生我在這個世界這麼困難，即會有這些說話的。這個就是這個世代那種的大話在這個世界傳播，也都有些人就說那些吃的食物不好，太多污染，也都因為人的貪心就落那些農藥落得很重，所以那些人吃了之後身體不健康，思想情緒不健康，也都因為很多媽咪曾經懷孕的時候吃了一些不健康的東西，所以生出的 BB 也是情緒不健康。這些很多不同的因素，社會的風氣、社會的不穩定，是造成很多人有這些問題。其實這些都是魔鬼入侵在人生裡面。還有聖經說末後是越來越多人生命破碎的。我們這裡只是讀一讀黃色的字，在這個提摩太後書3:1開始說到個危險的日子有些什麼呢？人就專顧自己啦，
貪愛錢財啦，狂傲啦，違背父母啦，忘恩負義，無親情，不解怨，任意妄為，不愛宴樂。嗱，我哋大家其實發現好多呢啲嘅問題喎，就係咧好多人咧，即係好自私啊，淨係顧自己啦，成日貪錢啦。其實點解咁多呢啲遊戲咧？因為佢就係即係想買賺錢啊。因為呢個世代好困難，經濟困難，於是啲人咧就爭取機會去賺錢，就會造成好多即係更加即係用方法。我原來發現咧，嗰啲人原來整嗰啲遊戲係點樣樣咧？嗰啲遊戲咧係佢會有一班人喺度玩啊，咁咧佢就會 keep 住你，你唔好走咁啊。咁啊，而嗰班人玩咧，就後來會點樣咧？有啲人真係玩一日一夜、兩日兩夜、三日三夜，係咁樣連續玩落去，咁咧就造成問題。同埋咧，有啲人發現。原來個仔用了成幾千蚊咧，就係玩呢啲遊戲嘅，即係可以咁大，就係因為啲人貪愛錢財，喺社會造成好多問題，狂傲啦、驕傲啦、違背父母啦，即係喺呢個時候，好少人會話真係孝順父母緊要嘅，忘恩負義啦，即係無親情不解怨，冇親情嘅唔解怨咧，係指唔解嗰啲怨恨啊，即係怨恨咧心裏面強好強烈啊，任意妄為就係任我想要做乜就做乜。我想要怎樣講嘢就怎樣講嘢，愛宴樂不愛神，都係呢啲咧啊，即係造成嗰個問題。咁下面咧就係一個簡單嘅總括，就係反叛性、冇責任、貪玩啦、貪買啦、唔能夠約束，容易受傷害。呢個時代嘅人咧，都係變得好脆弱，佢容易受傷害，好容易就情緒問題啦。而基督徒都可以有被擊敗者同埋得勝者。咁到底有幾多基督徒係真係成日都話我係得勝嘅，靠耶穌得勝嘅，係企得穩咧，抑或係被擊敗者咧？其實好多基督徒都喺呢啲掙扎裏面啊，掙扎嗱，掙扎同埋打仗打得好犀利係完全唔會嘅，即係唔同，完全兩回事。嗱，我講一個啊，最困難嘅情況就係直情咧俾魔鬼壓住，成日受逼迫，即係成日受害，成日唔開心煩惱，呢個最差嘅情況。另一種情況就是偶然間被攻擊，但是都是沒什麼力量的，即是偶然間被總之魔鬼的方法影響他。而呢另外一種就是他能夠呢是得勝為主的，但是得勝為主都是很重要的最後一步，就是他是在打仗，將人從魔鬼的手中拉出來去拯救人的靈魂，更新人的生命，就是這個我們很想大家去到這個位置。那你又不行了，我已經在這個戰場打得輸得好緊要，成身都受傷害㗎啦。咁有本書叫《末日爭戰》咧，講到好多基督徒咧係好多傷痕嘅，因為互相傷害。佢講到咧好多人係點樣樣咧，好容易咧會講啲負面説話攻擊人，話邊個唔好邊個唔好。跟住佢一跌低咧，佢就踩佢。你睇你犯咁多罪，你睇你咁軟弱咁冇用，即係呢啲唔知道原來就係魔鬼嘅攻擊。咁我哋真係要知道，我哋其實更多憐恤人，更多建立人。其實咧，得勝又好簡單喎。如果講起上嚟真係好簡單，點啊？你想唔得勝係左邊，你成日注目喺困難同埋世上嘅事，你自然就唔得勝嘅。你注目喺嗰啲人點唔好，啲困難，人點鬧我，哎呀好麻煩，自然就好困難。就算包括我自己在內，如果我一諗死啦，好多嘢做，係好急好急，我都發覺個心就會唔舒服嘅。所以我知道我一定唔可以個心急嘅。是輕省的，放低啲重擔。而右手邊是咩？注目在神，神愛我的，神是得勝的，同埋神掌管全個世界。有咩事我都話神一定幫我，神一定提升我，咁我就會保持一個平安喜樂的狀況。咁啊，並且睇到神的工作，即係好似啱分享呢個姊妹，我覺得好奇妙的，因為佢話俾我聽壓制的情況幾辛苦幾辛苦。咁而我同佢祈禱大部分我都唔係同佢講邪靈嘅，我大部分我就幫人。相信神的愛，耶穌愛的我們，哈利路亞，主耶穌愛我，主耶穌愛我，多謝耶穌啊，感謝你啊，哈利路亞。咁啊，有些人就輕省啦，就釋放喎。即係我都試過在宣教的時候，我為一個人祈禱，祈祈一禱佢就成張軒。咁嗰個人問我：你而家做緊乜嘢？你係咪講緊邪靈？我話係啊。點解你都冇話奉耶穌名講邪靈？我話我有，不過我講得少啫，我多數都係喺度享受神。咁你睇到佢都一路邪靈出嚟，咁係咪一定要猛咁趕咧？我可以趕，不過我覺得注目喺神嗰度咧，佢更大嘅建立啊！即係我會趕邪靈，但我唔使成日由頭到尾都講呢句噶嘛。
而係咧多啲讓神嘅愛滿足佢嘅心，佢相信神望住神咧，佢就得到醫治啦。所以其實多數人喺邊度嘅咧？多數人望住世界嘅困難咧，又多數人望住神嘅咧？世界多數望住困難嘅，多數望住世界，多數睇住自己困難嘅地方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哋嘅習慣，而呢個習慣係需要破除。難唔難咧？唔係難若登天嘅，不過係我哋冇留意。第一，第二咧就我哋有藉口，佢咁衰，梗係要諗佢啦，梗係要鬧佢啦，因為藉口。仲有咧就覺得唔得嘅，做唔到嘅，人人都係咁噶啦。啊，點可以咁樣唔去咁啊去諗佢咧？但係其實呢個就係破壞。當你一諗，哎呀，我真係好煩啊！我成日都咁衰噶，哎呀，好煩啊！一定會有情緒問題，情緒問題魔鬼就攻擊啊！亦都得勝咧，係在乎有冇親近神同埋內心處理嗱。左手邊咧就係個心裝滿曬啲嘢，右手邊咧就咩咧？親近神同埋內心處理啦。呢、這個詞啊 ，self talk 本身係一個心理學嘅名詞，不過聖經都有嘅喎。self talk 意思咩咧？自己內心處理，自己同自己講神愛我嗱。譬如詩篇77篇。係一篇咧係 self talk 嘅詩篇嚟嘅，裡面含有 self talk。佢裡面講到咩咧？佢講到佢好憂傷、好憂愁，佢連祈禱啊佢都冇力啊。但係嗰時候，佢就諗翻神嘅恩典。當佢諗翻神嘅恩典，佢就話係我嘅軟弱。跟住佢又有翻力量，即係佢本身所諗嘅係困難，跟住佢諗翻神嘅恩典，佢就有力量。即係其實 self talk 係乜嘢咧？將你嘅內心改變方向。本來是想這個世界轉回想神，但有些人又說那你即是自我催眠，你即是自我、即是洗腦，即是什麼都可以用一個很負面的方法。其實我們個個人都是改變我們的思想，我們、聖經裡面講到你要、即是保守你的心，保守自然是你要跟你的內心去講說話，去保守去處理生命，不代表是洗腦。洗腦的意思就是什麼呢？是用一種強迫性的方法，可能將一些不好的東西不斷在腦裡重複，就我們都可以重複，但是我們不是將這個人的價值減低了變成一個機械人，而是我們是活著的，但是我們將我們的思想模式改變成為思想思想神。所以這個不是洗腦，而是將我思想更新改變，就是因為人總可以用一個很負面的名詞咁嘅時候咧，可以將一樣好美好嘅嘢變成好醜惡嘅。而所有問題處理都係得勝五步曲。嗱，呢個我唔係話唯一，呢個係我用嘅方法，亦都係聖靈用嘅方法。我咧就因為我經歷好多嘅幫助，我發覺聖靈都係咁提醒我嘅。咁我哋留意嗰五個字，黃色嘅字一齊讀下就係、是：第一留意，第二破壞性，第三聖經處理，四親近神，第五選擇順服。其實好簡單啦，因為大家如果留意咧就係咁喎，譬如我哋想犯罪，我留意到想犯罪，嗱有啲人就話佢抵鬧，我要鬧佢，咁佢就繼續犯罪啦。但係我哋留意到，我深信罪有破壞性，呢樣好緊要。深信負面情緒有破壞性，俾魔鬼留地步有破壞性，乜即係所有負面嘅都有破壞性，呢個係好緊要嘅。譬如大家可能你日頭平日嘅時候，有時候哎呀好煩啊，啊好難搞啊，唔知點算啦，即係呢啲咁嘅意念咧。我哋留意到就要話呢個係有破壞性嘅，咁由聖經處理。聖經處理基本上咩咧？聖經叫我哋點做？聖經咧就話凡事就禱告祈求，將我哋所要嘅講俾神。神所賜出人意外平安，必喺基督耶穌裏保守我哋心懷意念。就係聖經講嘅，就係話一切嘅事交託俾耶和華，神又話必成全嘅，係相信佢。耶穌係心裏柔和謙卑嘅，我哋當父嘅握學愛。學佢嘅樣式，我哋心裏就必得享安息。就係我哋用聖經嘅方法，到底神想我哋點咧？又冇力嘅親近神，然後我就選擇順服。我明明想嬲佢，我選擇我仍然對佢笑口常開，關心佢，講正面嘅説話。嗱，呢個就係得勝喎。嗱，好多人就話咁啊，著數曬佢。其實我哋應該係著數曬我，因為我得勝啊，著數曬我都著數佢喎，因為改變佢啊嘛。即係唔好一個觀念，我要踩低佢，我先至抵嘅，唔係嘅。其實越行神嗰路越好嘅啦。大家可唔可以記咗呢個得勝步驟啊？留意破壞性、聖經處理、親近神、選擇順服。嗱，呢個其實聖靈嘅方法，大家留意咧。當我哋被神改變咧，都係呢啲方法嘅。
都是呢，當你聽跟從的時候呢，神就會祝福你的，都是使用你的。好了，我們上一次講到呢，魔鬼影響我們就是影響我們跟神關係。那我們即上一次又講了的了，大家可以上網看回。咁咧就亦都借此有講到點樣對神有信心啦，同埋咧呢三種嘅禱告係幫我哋更加得力嘅，就係恩典嘅禱告、敬拜嘅禱告，同埋咧呢個互動嘅禱告。咁而家呢度咧，我哋今次咧就講到繼續講咧，就係嘗試魔鬼用咩第二個方法犯罪啊，叫我哋犯罪。聖經有好多經文話俾我聽，犯罪係同魔鬼有關嘅，係魔鬼引致。當然呢個引咗破口啦，亦都係魔鬼可以使用攻擊。當一個人在最終是會繼續攻擊的。首先我們了解人未信主的狀況，腓立比書以弗所書二章二節，那時你們在其中一起同行，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，順從官中掌權者的首領，就是現今在報應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。這裡講到呢，那時候以前你們那時行事為人怎樣隨從今世的風俗，信服這個空中掌權者，就講到邪靈了，魔鬼了，這個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。即是說呢，原來所有不信的耶穌的人是有什麼運行呢？是有邪靈運行，但他不一定邪靈附體。邪靈附體和運行有什麼分別呢？附體呢就是影響他的身體和意志，譬如有些我們跟他講邪靈，他有邪靈附體，他直接不能夠跟我們合作，他即是個譬如他不能夠跟我們講話啦，有些不能夠祈禱啦，即是他整個的喐個口都不跟到我們喐。咁呢個係一個高度嘅俾邪靈控制，即係佢嘅身體同埋佢嘅意志。咁咧呢個世界嘅人唔係個個都係咁嘅。咁佢哋但係咧係有魔鬼影響運行喺佢裏面。咁所以未信耶穌嘅人咧運行裏面，所以一有咩事咪犯罪啦、鬧人啦、發脾氣啦、激氣怒躁啦、貪心啦、自私啦、利用人啦，呢啲咁嘅情況。咁我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：當我哋信耶穌之後，係唔係就改曬咧？多數的基督徒是不是改了大部分呢？其實不是的，多數的基督徒是仍舊跟回他以往的方式，這個是一個很可惜的現象。我們就問一下我們自己，我以前的方式我現在改了多少呢？我到底有多少被神掌管呢？這個就是我們在個心中我們去留意了，我們的生命有多少被魔鬼留地步，就是說原來當我們的心裡面是有被這個悖逆之子運行的時候，就會影響我們整個生命的。好啦，咁先啲講到大話都係出於魔鬼喎。講到呢，一齊讀下馬約翰福音八章四十四節：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，你們父的私欲你們偏要行。他從起初是殺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裡沒有真理。他説謊是出於自己，因他本來是説謊的，也是説謊之人的父。即係佢原來魔鬼呢有私欲啦。即係佢會令到人有私欲，所以我要擁有，我要買嘢，我要得到乜嘢，我要享受，我要做咩，我要得到乜嘢。咁啊，同埋殺人咧係傷害人嘅，有邪靈嘅人佢會係慢慢咧佢失去佢佢嗰個生命嘅意義啦，並且會聽到魔鬼嘅聲音叫佢自殺啦，同埋唔跟從真理啦，同埋咧係説謊之人嘅父喎。所以講大話嘅人咧，佢嘅爸爸就係邊個咧？就係魔鬼。所以我哋就話，講大話一次都是不好的，我們一次都不可以被魔鬼留地步，發脾氣一次都是被魔鬼留地步。我們任何一樣罪，那你說這樣做人不是第一種反應，那你做人沒有興趣了。但我們知道這種興趣不是好的興趣來的，世上的興趣不是好的興趣。第二呢，就可能哇好難喔，那你成日好像個即是個人鎖住，哇成日都不做得這樣做不到那樣。但其實我們更加自由，更加輕鬆，更加不被影響，而且更加享受神。其實神給我們享受的，呼吸都是享受的，你試試深呼吸放鬆的人都可以享受的，可以享受飲水，享受吃東西，享受跟人交往，就算傳福音被人拒絕都可以享受的，神歡喜的。傳到福音他不信，神歡喜的，那個心於是不受影響了。即是我們其實基督徒是可以享受生命的。同埋咧，嗱呢個亦都係啦，魔鬼叫佢亞拿尼亞，使徒行傳第五章三節，我哋就讀呢度嚇。為什麼撒旦充滿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聖靈？跟住咧，
發生就即刻擊斃。如果神今日咁做咧，我哋冇咩人可以企得住啦，即係冇人可以活著。但今日神冇即刻擊殺曬我哋，但咧我哋就係神啊！我哋知道欺哄聖靈可以即時招致殺身之禍，但係神冇咁做，神俾我哋機會，但我哋知道係嚴重嘅，即係唔好覺得係輕可嘅。同埋咧，可以透過私欲喎。哥林多前書七章五節嗱，呢度對夫妻有提醒啊，我哋一齊讀啊。夫妻不可彼此虧負，除非兩相情願，暫時分房，為要專心禱告方可，以後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著你們情不自禁引誘你們。就係話咧，夫妻唔好彼此虧負。我認識過有啲夫妻，佢話咧，我生咗個 B B 之後咧，我就用 B B 瞓，咁 B B 大咗我都同佢瞓，都冇再同丈夫瞓。其實呢個係俾魔鬼留地步嘅，係即係係唔好嘅。但係佢即係佢話我而家冇興趣啦。呢樣嘢因為咁嘅緣故就可以俾魔鬼留地步，丈夫可以犯罪啦，喺呢個右手邊啦，跟住咧就可以有婚外情啦，嗰個破壞更加大。可能開始就係唔憤氣唔激氣，激氣唔憤氣，點解佢要咁樣對我？於是就發脾氣，但係跟住之後個後果仲嚴重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就話神啊，我哋婚姻裏面唔好有破口，或者我哋俾情慾有破口啊，即係網上實在太容易啊！隨時有色情的影片，我們即刻要拒絕，這個是犯罪的。即刻說我奉耶穌名抵擋用得勝無曲，即刻知道他破壞性，即刻處理，親近神。還有自高自大呢，他說初入教不可以作監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裡，即是我們覺得自己厲害好過人，這個又被魔鬼留地步的。原來呢，不體貼神的意思，體貼人的意思，都是被魔鬼用的。馬太十六章23節一起讀，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，撒旦退我後邊去吧，你是拌我腳的，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，只體貼人的意思。我想彼得那時哇，耶穌叫我撒旦，我想彼得哇即刻可能很受傷害，哇他想是的，我真的用人的心意。如果耶穌都是這樣跟我們說，不知被耶穌罵了幾次喎，撒旦，撒旦，只有得聖母。咁我哋就留意啦，我哋有冇俾魔鬼留地步？我有冇體貼人嘅意思？求主耶穌幫我哋。而我哋轉位得聖啦。如果真係犯罪咧，我都鼓勵大家，唔好話死啦，我又犯罪啦。哎呀，我又俾魔鬼留地步。哎呀，我又做咗撒旦啦。嗱呢個咧冇咩益處嘅長期咁啊，而係咧話神嘅路係最好嘅，一齊跟我講，神嘅路係最好嘅，神好想祝福我嘅，神一定俾力量我嘅，我做得唔好，我即刻悔改，神就歡喜啦，幫我憎恨罪，我可以離開罪嘅。嗱呢樣嘢好緊要，就係鎖匙離開罪就係憎恨罪，即係真係話罪係唔好，我鬧人係唔好，我嬲丈夫太太，嬲屋企人係唔好嘅，係俾魔鬼留地步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刻意去拒絕任何魔鬼的意見。我想問大家，我們一天之中會有多少次這些這樣的負面的聲音出現呢？哎呀辛苦啊，哎呀不開心啊，啊好難啊，不知道怎麼辦啊，哎呀祈禱讀聖經這麼悶啊，都無力的啊，神都不關心我。我想問大家，這些意念會在人的心中一天出現多少次呢？其實可能很多次。所以這個是刻意處理，即是整天都是說神愛我，神祝福我，生命可以提升，可以被神大力使用。我就是訓練人怎樣處理生命，而我自己是每天都這樣做，每天整天不斷提自己，神愛我，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我要輕輕鬆鬆處理生命，並且四圍去訓練。我就發覺去那些訓練的人，他們都說很好，他們都說很實際。有些人為什麼沒有想到呢？ 我多謝神，我不是說自己好，其實不是我好，是神，是神在我軟弱的時候揀選我。但是他揀選我，我經歷聖靈，我就很強烈的回應，我說神你真的好了，你真的好愛，讓我經歷到你的愛，我就很強烈的回應，我就真的去親近神和體重神，我就不想被魔鬼留地步，我就刻意處理生命。當我越刻意處理生命和放低重擔，越輕省，當我祈禱，神就成日給我意念，給我怎樣教人、幫人、怎樣提升人。當我見到人，我又想怎樣提升他們，那我就發覺越提升我又越開心，那些人又得幫助，他們也 會要求、怎樣可以得到你的材料，我又白白送給人，我又感謝神，神供應我，我就白白送給人。
我希望大家，你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你想不想你的生命都是這樣呢？你想的時候，你行這條路是可以的，而且我們可以訓練你一步一步處理是可以的。我想訓練大家能夠處理自己的生命，成日活在神的愛中，跟著、去為人輔導、為人祈禱，跟著學習講信息、領敬拜、各樣的侍奉，全部我都會帶領的，都會訓練的。咁然後呢就差遣你哋喺呢度操練，跟住我哋出去啦。而你祝福嘅，我係鼓勵你就首先祝福你嘅教會。我唔係掹人離開你嘅教會，我係鼓勵你喺你嘅教會祝福人，發揮你嘅生命喺你周圍做神要你做嘅事，係每一個都可以嘅。因為我要做係神嘅工作，唔係我嘅工作，唔係我要整幾大嘅教會，唔係呢樣嘢，係興起更多人服事。咁所以你係願意嘅話，我希望你會。俾我知，你話我想係進入服事，我唔想淨係成日淨係攞嘢，同埋成日都係呢種負面嘅情況。我想更加提升嘅，咁嘅時候神一定幫你嘅。同埋咧，發怒或者犯罪係會俾魔鬼留地步嘅。以弗所書四章廿六節，生氣卻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。咁我睇得到咧，原來我哋嘅生命，當我哋容許怒氣喺裏面，或者容許任何嘅負面嘅嘢。都可以對我哋生命好大嘅破壞。我想問大家，大家會唔會容許俾魔俾呢個癌症留地步啊？譬如有啲人話呢種嘢食咗會有癌症喎，你會唔會小心啲啊？我哋唔會俾癌症留地步，咁我哋會唔會俾魔鬼留地步？但係有好多人話魔鬼嗰啲，即係好多人咧對於癌症留意啲嘅喎，對於魔鬼咧冇咁留意嘅喎。即係好多人對於諗負面嘢啊、激氣怒嘈啊，係冇咁去諗嘅。咁我希望大家留意到呢啲其實即係等於吸毒啊，吸嗰啲冰啊，嗰啲仲有啲各樣嘅毒品。如果你想睇下上網咧，你就揾嗰啲毒品咧，之後吸咗啲人嗰啲樣咧，你見下咧，哇！你真係好恐怖嘅，真係即係睇完咧，咁你就知道哇！真係嗰種破壞性嘅大嗱比。罪控制或者被魔鬼控制，有時個樣子未必變得唔緊要，但係咧，其實個破壞力好大嘅。嗱，所以相信任何罪，乜嘢罪，少少嘅罪，啲咁多人唔中意一個人，少少睇小自己，睇小人都有破壞性。咁破壞乜嘢先咧？首先破壞同神嘅關係，同埋神俾你嘅恩典啊。嗱，喺詩篇十六篇有一句説話：我所得的，你為我持守。嗱，呢個經文好重要，就係話我得到乜嘢嗱？我哋有身體健康啦，我哋有我哋嘅恩賜啦、才能啦、我哋嘅財富啦、我哋嘅家庭啦、我哋嘅家人啦、我哋侍奉嘅機會呢啲一切。我想問下大家，有邊一樣你可以失去都唔緊要嘅？你嘅家人啦，你嘅身體健康，你的手指腳趾啦，你啲頭髮啦、眼眉毛啦，邊一樣你可以失咗咧？或者你嘅喜樂啦、平安啦，邊一樣你失咗唔緊要嘅？可能你話。眼眉毛啦，頭髮啦，不過我諗你都好介意噶。如果有人趁你瞓咗覺將你頭髮剃曬，將眼眉毛剪曬，成個樣唔同曬，我都未咁介意。但係嗰啲唔係好真係好影響個人嘅生命噶，不過影響你嘅嗰種自尊心啊。嗱，呢啲我哋都覺得失咗係緊要嘅，但係如果失啲更大嘅，係咪更加緊要啊？失啲更大嘅更加恐怖係咪？如果我哋失去我哋嘅家人，我哋嘅侍奉嘅能力、侍奉嘅機會，我認識三個牧師，而兩個係宗派嘅領袖，因為犯奸淫嘅緣故，三個都停止侍奉，我覺得係好可惜嘅。咁有一個後來咧，佢都入翻啲嘅侍奉嘅，咁但係都係完全失去咗佢嗰個。咁有兩個都係嘅，有兩個入翻嘅，有一個就應該係冇入翻嘅。即係其實我哋有嘅機會係好寶貴。你同隔離嗰講，我哋而家有嘅恩典係好寶貴，千祈唔好俾魔鬼搶走啊！因為魔鬼嚟就係偷竊、殺害、毀壞，佢就係想偷咗你啲嘢，殺害、毀壞，犯罪就會破壞啦。好簡單，當我哋鬧人嘅時候，係咪會破壞我哋同人關係啊？就會影響我哋同人嘅關係。如果我宣教我鬧人咧？嗰條路一定封啦，係咪？即係話任何嘅嘢，譬如我傷害你其中一個，唔係嗰個人會走啊，佢會叫埋啲朋友走啊，佢會叫埋其他人走啊。所以任何嘅罪都有破壞性嘅。好啦，
就破壞我哋同人關係、自己生命同埋所有一切。所以我哋想唔想再去破壞呢？唔想。所以你留意到自己有啲咁多唔好嘅嘢，即刻處理。同埋處理罪嘅動力喺邊度嚟咧？呢幾樣好緊要，呢個 slide 好緊要嘅。第一就係神好愛我，第二我生命好寶貴。我哋生命寶唔寶貴啊？係好寶貴。如果有個人你見到佢去個海邊，跟住攞出個銀包，跟住又逐張逐張銀紙抌落去個水嗰度，你會點啊？喂，唔該你唔好抌啦，你抌落我手度得噶啦。但係如果人將佢生命抌落海，唔要佢嘅生命，其實即係更加可惜係咪？我哋嘅生命你值唔值$10,000啊？唔止，梗係唔止啦！$100,000咧，無價都唔止喎，係咪無價喎？所以咧，我哋嘅生命寶貴，我哋要珍惜。咁同埋咧，相信罪係會破壞成個生命，佢會一步一步。就算你嬲一個人，唔中意一個人，影響我哋同呢個人相處，亦都影響我哋同其他人相處，影響自己內心，影響同神嘅關係。任何一個，即係我哋嘅心裏面唔鋸，心裏面對佢有憤怒嘅時候，都影響我哋嘅。我哋嘅生命嘅，咁又咧罪係痛苦，犯罪係痛苦嘅，同埋過後會後悔嘅，而且有時翻唔到轉頭喎。有啲罪仍然可以翻轉頭，可以補償翻，但有啲罪係一犯咗之後係冇得翻轉頭嘅。譬如有啲人個家庭破裂咗，翻唔到轉頭嘅，失去咗某個朋友，翻唔到轉頭嘅。咁所以呢啲係處理罪嘅動力，一齊讀一讀嚇。神的愛我，我生命很寶貴，罪會破壞整個生命，罪是痛苦，過後會後悔。仲有一句就話，可能沒有回轉的機會，可能沒有回轉的機會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知道咧，呢個動力啦，點解我哋有動力去處理任何嘅罪？德勝五部曲我啱講過，我哋唔再講啦。好啦，咁我去翻德勝五部曲咧，我就想講下點樣處理罪。在这个过程呢，神教我，真的教我，我很感谢神。这个不用望这里，望我得了。怎样处理罪呢？就是当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，1998年，我就 很感谢神。就是当这个布道家为我按手神的爱涌流入我里面的时候，真的很澎湃，那种感受是很，真的很感动，是直接好像爆炸出来的，哇，开心。即係感動到不得了，輕省到不得了，又好真係覺得係好特別，神咁好。而喺嗰陣時咧，我即刻成個人軟曬，瞓咗地下嘅時候咧，我聞到一種香味，係咪天堂嘅香味咧？我唔知道。總之咧，覺得好舒服，好輕省，即係好似係天堂嘅領域。我就喺度話神啊，我喺度喊一路，神啊，原來你咁好嘅，我就好多好多親近神。咁而當我親近神嘅時候咧，我就發覺咧就。越嚟越容易親近啦，都要學習嘅。起初嘅時候學習點樣用個心靈祈禱，嗰陣時我未識得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嗰陣時嘅幫助係乜嘢咧？就係身體嘅感受啦，回應啊。大家都有啲會經歷到嘅，就係你企喺度，你會覺得身體會搖嘅。如果你愛慕神嗰陣時，唔係即係企唔穩嗰種啊，係一個穩定嘅力量。當時嚟講，我就唔係淨係搖嘅，係有身體有力量。咁我就發覺，我初頭就呼叫耶穌，耶穌，耶穌，耶穌啊！你咩啊？咁我就係咁啊。但我後來發覺我可以用心靈咧點樣歡喜神，都一樣有呢個經歷，我就越嚟越投入啦。咁越嚟越投入咧，其實喺早期神又俾我機會，就有要求我為佢按手祈禱，又按手祈禱佢就經歷到聖靈，趕到邪靈，同埋其他人經歷到能力。咁我就好驚訝，哇！可以咁經歷，我就好珍惜。咁我珍惜點樣做咧？我真係日用好長嘅時間祈禱，同埋我爭取機會祈禱。跟住咧，我就話神啊，我要珍惜呢個生命，我可以咁大改變，因為我以往好想幫助人、興起人嘅靈命，我發覺好難，發覺咧真係用好多努力都係做唔到。咁我好想揾出點樣嘅方法，而我發覺就係聖經所講嘅聖靈降臨喺你身上，你就必得著能力，就由耶路撒冷到地極作我見證。咁而家神真係叫我去不同嘅地方去興起人，真係嗰啲人又被興起，我覺得好好好啊！所以我好珍惜啊！即係我希望大家即係記得，神好愛我，好珍惜。而罪會破壞，即任何一樣罪都會破壞，所以我嗰陣時咧，亦都我係成日喺一個感謝神嘅狀態，所以成日都有喜樂嘅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成日喜樂狀態。咁當我一有負面，一有俾人激親，我即刻留意到，我留意到即刻處理。我有一次咧，我打電話同一個人分享關於我嘅經歷，
咁呢個人咧就發脾氣喎。佢發脾氣咧，我收線之後覺得好唔舒服，跟住我祈禱啊。但一祈禱嗰時咧，發覺唔通啊。祈禱嗰時冇呢個力量，個心係好重。咁我於是我打翻電話同呢個人講道歉。嗱，其實我冇嘢做錯噶，我即係話如果我令到你唔開心，請你原諒我。咁咧，但佢都係唔原諒，佢都係發嬲，佢真係佢唔接受性唔工作。跟住咧，我就收線。收線之後，我已經道歉咗，我就放手啦，我就唔理啦，即係佢個問題，我唔理啦。咁跟住我祈禱，起落就翻嚟。咁神喺呢一次就提我啦，以後有親咩問題即刻處理。其實咩問題都唔難嘅喎，即係話佢令到我唔開心，我孭住就好重擔。但我話神愛緊我，神祝福我，神定義提升我，我係生命好寶貴嘅，我可以平安喜樂嘅，我可以開心嘅，我可以放手嘅。即係用呢啲不同嘅方法，用聖經嘅方法去處理。咁而親近神得力，我真係發覺係可以處理。嗱，我用一個好多男性認為冇可能處理嘅問題，就係異性嘅吸引、色情嘅吸引、情慾嘅吸引。我都係男性，我一樣可以有呢啲嘅意念嘅。但係當我有嘅時候，我就話呢個真係會破壞，呢個係會影響我整個生命，令到我生命污穢，俾魔鬼留地步，可以俾魔鬼入侵。我就係我生命好寶貴，我唔想嘥咗佢，因為有聖靈經歷過聖靈嘅人係可以被情慾控制，呢、這個的而且確有發生嘅。咁我所講呢三個牧師，其中一個係聖靈充滿嘅，佢都幫好多人經歷聖靈，但係佢都犯咗罪，啊好可惜，佢係悔改嘅，我都有喺度幫佢嘅，我一路啊佢喺度被提升緊嘅，咁但係個過程真係好痛苦，即係話如果我自己。不是話講外面的行為，就是我裡面有這些情慾都可以將我生命拆毀的。因為如果一個人經常都想，很簡單，祈親到就想女人一定有問題的，即一定個心裡面一定不潔淨，所以我知道是不好的，我就憎恨，不是憎恨女人，是憎恨這個罪，我憎恨這個污穢在個心裡面。神啊，是你是很潔淨的，你是聖潔的，你是光明的。那一有些什麼吸引的異性，有些穿衫很少的，很性感的，一望到即刻擰轉頭望佢，不去想有些什麼網上有的，即刻不要，不要看了看一看什麼來的，即是說即時的拒絕。那你就發覺呢，神真是會即時回應我們的，沒了聲音是吧？ OK， 不要緊，給回那個無線咪， OK， 你看看那個無線咪有沒有聲音。好，不要緊，其他人繼續留心得啦。咁我就話，我用呢個例子就係話處理罪啦，處理任何嘅負面嘅嘢啦，都係我都係咁樣用心去處理啊。咁我發覺真係得喎。其實咧係冇一樣罪係唔可以，即係話處理唔到嘅。任何一樣罪都必定可以處理嘅。喂，呢個有聲啦，而家有聲 ，OK。咁咧呢個就係神嗰種奇妙啊，神嘅。嘅美好，佢真係會俾力量。而且咧，我發嗰樣嘢，我以前咧曾經個腦裡面咧係好容易諗罪嘅意念嘅。我發覺我越親近神咧，我越少諗呢啲嘢，我越對付啦，嗰啲意念就會好少好少出現嘅。我真係感謝神，這個出現嘅次數係好少好少，這個係真係好大嘅平安喜樂，係我唔想失去嘅。我希望大家都一樣。嗱，有好多人可能你發覺嘅罪係可能係嬲人。不能夠饒恕某一個人，被一個人影響，這個都是一樣是罪來的。雖然他錯先，但我們都是受影響，我們就刻意處理，在裡面就說我被他影響了，我自己低沉都是罪來的，煩惱都是罪來的，即是總之好像天堂的人呢就是沒有罪了，完全彰顯神的榮耀。當我們不是彰顯神的榮耀，我們活著有重擔、煩惱、負面、勞嘈、激氣，所有的負面的東西都是被魔鬼留地步。我們就是神啊，我不要這些這樣的不好的東西，我珍惜我的生命，我珍惜神的愛，而我可以給神發揮。因為當我們行神的路，我們想想，第一，我們今世得祝福，今生得百倍，來世得永生，神會喜悅，神知道的。神跟摩西說，他說我按名認識你，當摩西祈求的時候，我按名字，你是摩西，我認識你。其實我們個個都神按名認識我們，不過他有些他知道你真的愛他，在這一陣你的心真的愛神，神是知道的，你的心呢是愛世界多一點，神是知道的，你有多少愛神，神是知道的。
當你的心真的愛神，神是喜悅的。所以我們珍惜神，珍惜我們的生命。我只能夠活一次，我今天只能活一次，不能夠再活，今天不可以再活一次，你明天還有機會，但是今天回不了轉頭。我希望大家就說，神啊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保守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這個是被攔阻魔鬼攻擊的很重要的一環，即是第一最重要的就是同神關係，第二就是不被罪的攻擊，因為罪是有極大極大的破壞性。如果大家在這方面你有困難的，你可以呢可以問我啦，同埋我哋一間有分組嘅時間，可以去大家去應用翻我所講嘅。咁我都嘗試下再講一啲例子俾大家覺得現實一啲啊。喺我經歷聖靈嘅時候，我本來喺傳統嘅教會，我唔單止係做牧師，我係喺神學院係教授。喺呢個情況咧，但我經歷聖靈咧，我覺得好好啊。我向我啲神學院嘅學生去講喎，喺一個傳統嘅神學院啊，同佢哋講關於我嘅經歷。咁好多同學好接受喎，咁我又同佢講，我為你按手祈禱啊，喺神學院裏面按手祈禱。佢哋又話俾我聽，有經歷到聖靈嘅工作喎，不過亦都有人唔中意，唔中意咧有攻擊。咁後來咧，總之我係被攻擊啦，咁啊，被攻擊嘅時候，其中有一個人物，當我諗起佢嘅時候，起初嘅意念係乜嘢咧？神咧將來要罰佢啦，佢又會點樣樣啦？但我一諗呢個意念，即刻神就話俾我聽，唔好咁諗。这个是神的责任，不是我的责任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所以你的仇敌饿了你就渴了就给他喝，饿了就给他吃，那我就祝福他。那我祝福到他什么程度呢？我就想回他，我就说其实他也有他的难阻，因为他不认识圣灵的工作，他以为这个是不好的，那所以呢我的心里面就连出他，连出他我就祝福他，神啊求你帮助他，按照他的方式，当将来他见到神的时候呢，神会说你按照你的方式你都是忠心的仆人，咁我即係求主係咁樣樣，我就一路個心裏面咧放手，每一次諗翻我就放手放手，一路咧到我諗翻佢嘅時候咧，我就會即係都係祝福佢嘅。咁咧另外咧亦都有試過，我舉一啲例子啊俾大家去即係實際啲了解我內心嗰種處理。試過一次咧，有啲同工啊，不同教會嘅同工咧，咁嗰陣時我喺天水圍嗰度侍奉啦，咁啊不同嘅同工一齊。咁有啲同工嘅分享好好嘅，好激勵性嘅，咁我好歡喜啦。咁有個同工分享咧，係聽得出咧佢嘅生命唔係好更新嘅。咁佢分享咧，即係亦都係即係頗為膚淺嘅。咁我聽完之後咧，我心就話，即係都係膚淺啦咁啊。但係我一諗嘅時候咧，我冇用呢個字啊，不過總之即係有啲睇小嘅意思啦。一諗即刻神就指責，即刻收到咩意念咧？你係邊個？你的改變是我給你的，他也是我改變，每一個人改變程度不同，不過他也是我改變的，你有什麼權去看小他？我立刻求主赦免，還有開始留心每一個人的分享，無論他分享 多平凡多不是那麼特別，我都說神啊，都是他你的工作，我多謝神，欣賞神，即是神是會凡事去提我，譬如為人祈禱，我都試過很多次，哇一祈禱哇很大的釋放，很大的愛，很大的經歷，哇、啊！個心飄飄然啦，啊！神，感謝神啦，好大恩膏，多謝耶穌。哇！即刻個心又有節奏。我只係條電線嚟嘅啫嘛，我通電啫嘛，條電線唔係嗰個能量嘅來源，我只係神嘅器皿，有咩咁特別咧？咁我即刻話神啊，我真係要重複話俾你知啦，係神嘅工作，多謝耶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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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即係我成日都心裏面真心話歸榮要俾神，我嘅改變唔係我嘅好啊。我重複話俾人聽，神揀選我嘅時候係當我軟弱嘅時候，就算我做牧師嘅時候都係有好多嘅軟弱，但係神揀選我，我就回應，我就真係聽神嘅話，我就感謝神。即係話喺呢啲大事小事，嗱亦都試過咧，我行過一啲傳統嘅教會，一行嗰陣時個心裏面咧就有啲意念啦。呢個教會更新唔多，即刻神又指責我。神嘅教會，我邊間都要祝福，行過邊間都祝福，即係。總之心裏面有的咁多，或者某個人我不喜歡，即刻神就提我，我即刻就話神啊，呢、這個人無論佢點樣都好，我都係數算佢嘅恩典，去欣賞佢、興起佢，神就歡喜啦。無論呢個人幾微小，我都可以去祝福佢嘅。嗱，我希望大家聽完我講呢啲咧，你會去留意我哋嘅內心世界，我哋內心裏面有幾多負面，有幾多唔開心，有幾多煩惱，包括煩惱。
譬如其中一樣嘢，我嘅情緒要都係咩咧？係心急，因為我好多嘢做啊，同埋懼怕嗱兩樣。點解懼怕咧？因為喺我起初侍奉嘅時候咧，容易即係教會裏面有時有啲人會指責啊。咁亦都起初嘅時候，點解教會有同工指責？咁啊，背後講閒話，咁個心真係好重好重。咁咧就指責多啦，個心驚喎，並一發惡夢係差咗嘅，啲夢咧係。即係驚多咗，嗰啲夢都幾恐怖嘅。我時翻啲夢咧，好似嗰啲有啲電影咧，那個屋頂會走落嚟嘅，但屋頂係一條刺嘅。咁我咧就要瞓喺下低咧，睇條刺吉唔到我嘅，即係會發啲咁嘅夢。即係係一種懼怕嘅情況，會有時自己洗碗，我自己會驚。咁我就睇到聖經裏面講一句説話，《哥林多前書》4:2，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忠心，神就歡喜。咁我就一路話俾自己，我係忠心，我真係努力，我真係想侍奉神。我唔使驚，我唔使擔心，唔使憂慮。咁我就一路咁樣處理。咁啊，慢慢咧就話，我神係喜悅我嘅，神保護我，神同我一齊嘅，我可以歡喜嘅，我唔使懼怕嘅。咁但係咧，我發覺我思想話唔使懼怕，同埋我感情冇懼怕係另一回事。咁我就習慣咗，由一起身就多謝耶穌，耶穌愛緊我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耶穌陪緊我，耶穌同我一齊，即係一路咧。去相信和宣告，讓我有力量。然後當有一些負面的事，一個就是怕，我就說我不用怕，神使用我，神按名認識我的，神欣賞我真的很努力去祝福人的。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努力祝福人的，那你就神真的欣賞我這樣去努力的。那你的心就說我是寶貴，但不是驕傲，我不是自大，但我是有一個尊貴的身份，是神的王子，我哋每一個都係王子公主，我係寶貴嘅。於是我哋唔需要驚任何人，同埋咧，我哋唔需要負面，唔需要咧煩惱，同埋心急。嗱呢樣嘢神有教導我，就話嗰啲係我工作，我俾你做幾快咪幾快，你再快啲，你快啲又點啊？咁你個心急就做唔到啦。人就係咁嘅限制，即係我哋有呢個限制。神可以同時做億萬樣嘢，但係我哋唔得，我哋只能夠做一樣嘢。最多兩三樣嘢，你可以一齊就嗱，我一齊有時咧，我刷牙我就會一路做下運動嘅，咁啊可以做呢啲嘢嘅，又可以聽聖經，一路刷牙，一路聽聖經，一路做運動。咁咧呢個都係我哋可以同時做，不過我哋唔能夠再做其他嘢啦。咁咧呢個即係話我有個限制，我就話係神嘅工作，我做得幾多咪幾多，我唔使強迫自己做更多，咁啊輕鬆。但我的而且確係善用我所有時間，我唔會嘥時間。咁呢個都係我哋。即係我學到唔係急，但係咧我又善用我嘅時間。咁嗱，大家可能你每一個嘅情況唔同，個個都唔同。但係總之你發覺邊樣嘢令你唔舒服、唔開心、冇力量、煩惱、掹掙、怒躁、激氣、負面、驕傲或者低沉嘅，全部都要處理。但係全部都可以處理喎。咁你只要點樣諗咧？我一日進步1% 就已經係進步。當然你唔好淨係1% 啦，就算1% 都 OK。都是進步緊，感謝神。嗱，即係點樣？嗱，譬如你尋日有100次喺度煩嘅，今日我減少，因為有煩惱，即係話我唔使煩惱，我可以感謝神。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。嗱，就算你自己強迫自己啊，我讚美神，神愛緊我嘅。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一路咁樣叫自己，我讚美神，可以喺耶穌裏面諗天堂咁好，哈哈哈！多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可以笑一下。笑下冇錯啊！聖經話你唔靠主喜樂啊嘛，笑下唔係錯嘅啫。咁你開心一下，咦有進步喎，比尋日開心咗喎。感謝神，欣賞自己，多謝耶穌進步。咁樣咧就正面啦，就唔好話哎呀今日進步少少，仲有好多未進步，咁咧就壓力啦。總之乜嘢有壓力都唔好，任何壓力都唔好，而係咧我有動力一路進步，咁樣咧神就歡喜啦。大家可唔可以咁樣做啊？係咪好難好難咧？唔難。其實一個方法諗就得噶啦。譬如話呢一陣唔發嬲得唔得啊？得。咁如果呢陣發嬲唔發嬲得，咁你可唔可以成日都唔發嬲咧？嗱，即係一樣應用落去啫嘛。成日都唔發嬲，成個禮拜得唔得咧？得噶喎。你到時話我呢一陣得唔得咧？可唔可以唔發嬲？可以噶喎。其實有時發嬲係因為唔鋸啊嘛，好激氣啊嘛。但如果我哋話，緊要有乜所謂啊？佢唔會咬到我嘅，佢唔會殺到我嘅，我唔使咁影響嘅。咁嘅時候我哋就可以處理到，求主幫助我哋。
刻意就可以得勝嘅。嗱，我哋都要繼續講啊，我即係因為今次咧，我哋就講第二點咧。但我唔會一次講一點嘅，我希可能下一次講曬，即係下一個禮拜會繼續講呢個點樣去攻破魔鬼一切嘅呢啲嘅詭計，有咩秘訣？大家覺得可唔可以做到啊？咁你就開始翻去做啦。嗱，我哋一齊起身祈禱啊！親愛天父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讚美你，感謝你，多謝你，因為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愛我們的神，你是陪伴我們的神，你是得勝的神，你已經踐踏魔鬼，你都賜給我們權柄踐踏蛇和蝎子，有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，斷會有什麼能害我們，我們不需要惧怕，不需要害怕，主啊，我們可以有這個信心的盾牌，所有任何人的魔鬼和魔鬼的說話，所有我們自己負面的說話，我們都可以抵擋，我們就說神愛我的，神看重我的，我們可以靠耶穌得勝的，主耶穌幫助我們知道魔鬼比魔鬼留地步必定有破壞性，而且有時回不了轉頭，所以我們要珍惜，我們珍惜我們有的一切，多謝耶穌給我們這麼多恩典，多謝耶穌陪伴我們，多謝耶穌接納我們，多謝耶穌給機會我們，多謝耶穌提升我們，有耶穌真好啊，有主耶穌真好啊，感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多謝天父，榮耀歸給天父，我們全心跟從你，不給魔鬼留地步，主啊，我們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逃跑，就必離開我們逃跑，主啊，我們求你幫助我們看重神多過一切，我們知道我們心裡面任何的負面的，我們被人激親，其實我們說不緊要，不用介意，我們可以放手，他說的話不要跟著我，那些說話都沒有一直追著我回家，我放手就可以了，我不用經常想著的，不緊要的，我就可以不受他影響，求主你幫助我們處理所有人對我們的負面影響，所有不好的事都求主恩待施恩加力量給我們，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，祈禱奉主耶穌聖名，阿門，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我們一起用主禱文禱告，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我們有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人的債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凶惡，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請接受主的祝福，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、天父的慈愛、聖靈的感動上與我們每一個同在，叫我們不要被魔鬼留地步，叫我們知道靠著耶穌我們必定得勝，也都叫我們知道任何的罪都有破壞性，我們奉耶穌的名拒絕一切的罪、憎恨罪，即時處理，不要等那些罪一路發酵，而是即時在內心有犯罪的意念馬上處理，不要等到它一路成長，而是當有罪的意念馬上我們就拒絕它，奉耶穌的名拒絕它，並且是親近神得力，多謝天父，神你愛我們的神。